就这台车就大概往回走，又回到那边，然后就这同一台车大概又一直又要坐回去了。所以我是大概来不及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哎、欸，对啊。我觉得其实这几条路我也蛮熟的，因为以前也跑通宵，所以我地名就觉得哎、欸，感觉好像都很熟。啊，结果都没有异状啊，因为你跑前面一跑这条路以前。就这台车就反方向，它往回开了，然后就又是坐一下。